两至三文单位装修连家私订赠，啱啱安装完。叫听日叫呢一个嘢，阿啲师傅嚟先装咗上去先。咁呢一度系一个厅嘅狮子柜，可以摆电视。上边有个吊柜啦，咁下边咧系中空嘅。咁去到呢一度嗰个柜间房，呢度个 sofa， 咁一个储物柜。咁呢边做翻啲柜桶啊、储物柜啊。这个凹位呢做了个储物柜，之后这一度呢做了个柜桶啦、书台。咁呢个位置呢个客呢就会自己摆床嘅，之后去到厨房，厨房就做了个钻石型嘅厨房，升管炉手号桌，上边嘅抽烟机。个门仲未装好，咁呢个热水炉啦。之后去到厨房门上边有个吊柜，呢度有个 PD 门啦。呢啲系用嘅彩虹玻璃。之后去到呢一度有个地柜，地柜系吊柜嘅门。之后上边有个吊柜。